由兩點至到可能四點咁樣嘅，被逼嘅夜晚打機啊，出去食下飯啊，飲下酒啊咁樣啦。通常都係兩三點鐘瞓覺。上班開始咯，即係大概幾多年啊？九年啦，因為日頭要翻學啊。夜貓係夜行動物，夜晚先至最活躍噶。作為都市嘅香港人，梗有噶。最近三點幾啦，睇劇啦，咁睇睇下咧，就到凌晨嘅時分就要去沖涼啦，沖完就吹頭啦，所以就會夜瞓。好正常。有的時候如果會看電視或者是打遊戲，會到三點四點。有點零兩點。都唔係成日嘅。十二點至一點啦，最遲啦。我而家三四點先瞓覺嘅，咁就有一啲 call life， 所以就令到我會夜瞓。咁我通常就會同同學打機啊之類嘅，其實好夜，超夜，應該係朝頭早先瞓覺。有嘢做嗰陣時，咪兩點至三點；冇嘢做咪十二點到一點。有啊，通常都係可能三四點先瞓覺。做工作或者打機咯。我覺得平日冇嘢做嗰陣時可能兩三點，有嘢做嗰陣時可能四五點。有均啊，三四點左右做功課咯，工作嘅嘢咯。有三四點做功課 ，OK。有陣時撳翻電話就唔知點解冇嘢。都有，如果多嘢做嘅可能分分鐘四點都會，不過平時就。大概兩三點到都差唔多。最少兩點啊！撳下電話啊咁樣，跟住慢慢就會兩點噶啦。通常都如果夜瞓就一點至兩點到咯。就因為習慣而瞓唔到，咁你就唔會喺牀度，又或者喺牀度撳下手機啊，跟住又。再其他嘢啊，我都唔記得做咩啦。總之一定唔係啲工作嘢啦咁樣。我試過就瞓唔著，立埋部相機架撐出去夜攝。咁樣上網啊，就算做咩，即係做功課啊咁樣，都會覺得嗰段時間比較專心到。睇戲咯，睇戲跟住。冇啊！如果真係好夜咧，通常都係練完波嘅食埋飯咧，好夜翻去咧，你搞埋啲嘢就差唔多兩點幾先瞓咯。係出去飲嘢啊，咁都要夜翻，咁變相都夜瞓。咁其實嗰啲時間都係出去玩。肯定在玩啊，然後玩就會，就是會讓壓力變小。功課啊，或者 freelance 嘅工作咁樣。同朋友玩咯，即係例如可能我業主開嘅咁。咁開啲朋友都係夜瞓嘅，多數都打牌啊，然之後啤牌啊，其實好多飲下酒咁樣都可以一晚。如果平時唔瞓冇乜嘢做嘅話，咁可能睇下片啊，上下網咁樣就碌下碌下就咁夜到。啊！我中意夜晚睇景，係呢、這個即係我會以前屋企住嗰陣，我住得高，咁對面又有一個屋村，跟住就好中意，仲有馬路咁樣。就好中意走望住條街，睇住啲馬路嘅車行嚟行去，跟住睇住對面啲屋村啲燈，可能開下熄下咁樣咯。去的話會玩得比較開心一點，然後比較放鬆壓力。因為咧屋企好多人嘅，有 BB 啦，咁夜瞓咧點解成日就好享受嗰段時間？因為就好寧靜，就算日頭就算。唔多人咧都會感覺冇夜晚咁良好，即係好舒服喎。夜晚有啲寧靜係，都幾舒服嘅，因為間屋咁好似得翻自己一個咁樣，跟住就可以做自己嘢，感受到啲新嘅 experience 咁樣。呢個感受寧靜啦，二來覺得幾開心，係純粹因為開心同埋 relax 咯，所以就會中意咁。夜晚會悠閒啲，寧靜啲，好似 relax 啲。朝頭早就會多人揾啦，即係入面多騷擾啦。咁但係夜晚嘅話就會專心啲咯，個感覺。同只貓玩嘅就會輕鬆好多，開心好多。你朝頭早會有啲咩唔開心嗰啲嘢，你翻去搓下肚腩冇事。因為通常夜晚自己一個，因為煲劇自己一個開心啲啊，做功課又自己一個集中啲啊，所以夜晚可能會容易啲集中。因為我哋日頭都要做唔同嘅 project 或者功課，就好少接觸嘅時間，所以我哋就會去到夜晚就會團聚。
反而夜晚即係過咗十二點之後，咁可能講緊我哋屋企人瞓咗，咁個環境靜啲咁。如果你慣咗夜瞓，咪當夜晚多幾個鐘做嘢咯，大影響嘅。如果你班 friend 都係咁夜瞓，咁咪冇乜嘢，其實都係你自己嘅事啫，幾點瞓其實。跟住學業，如果你係夜晚都係攞嚟做嘢嘅話，其實冇嘥到時間就得。應該話我本身我自己個人就去到夜晚，即可能十二點打後，我先係正式可以入到個狀態去做自己嘅嘢。即我反而係翻到屋企，可能講緊八九點係會好攰，就嗰段時間休息，跟住調翻轉醒咗啦，跟住就十二點打後就係做自己嘅嘢咁樣。有另一個原因就係可能會即係同朋友出去食完飯，跟住就可能會食飯或者食完糖水，跟住就可能尾班車先至翻去。如果夜翻去嘅話，咁你就唯有係夜翻去完之後就再做嘢，咁就會再夜啲瞓。嗯，那我觉得自己晚睡也可以把事情做完的话，那我还不如晚睡，然后还可以多玩一点。唔係，因為咁嘅，因為其實可能同個環境有關，即係可能我係住 hall 嘅，咁多數啲人啲朋友翻 hall 都係夜晚翻去瞓咁樣噶嘛，咁多數都係各圍攞嗰啲時間，大家夜晚咁去玩咯。咁朝頭早可能大家都有工作，有嘢有堂要上。首先你的group名不是早睡的人，你的朋友也不是早睡的人，那你有什麼可能要距離這麼多的人來就你一個人去早睡去早點做，那大家都是夜，那他們都是夜晚才會開工，夜晚才會有那個 idea 出到來的，那我久而久之我都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夜晚夜睡的人都會。上堂咪會早啲起身，如果唔會嘅話，即係自然醒就真係兩點咁。睡到中午，但如果有事情就八點鐘這樣。就睇翻翻學啦，即係如果可能九點堂嘅，咁都要焗住七點起身嘅。咁如果冇特別嘢做嘅話，就可能到十點零十一點度都會醒。第二朝都係好晏先起身。即係如果再更加夜瞓時候，即係將成個瞓覺 period 就拉後咗。average 都可能十點零先起身咯，即係如果有朝即係有九點堂就另計咯。第二日一朝早就冇咗啦，我哋瞓覺咁，多數起身嗰時都係晏晝，咁就俾人哋少咗個晏晝。會唔好，因為我去到第二朝，其實我成日都會 skip 咗堂。